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5+6。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水源街。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5+6。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水源街，这个物件屋龄有41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5楼，全幢将近有30平，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大。目前我们报价是12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4万出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实在。目前我们现场又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也就是我们顶楼加盖的使用空间。我们5楼规划为3房2厅1卫，2个阳台，前阳台进出属于国泰格局，边间3面采光，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再来，我们有多了顶加，也就是6楼顶加的部分。我们顶加的部分是属于早期增建，早期 RC 增建，也就是全部都是砖墙隔间，还有砖墙屋顶。在这边要先特别跟你们告知，这个是我们非常棒的加分的选项。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我们现场的屋况保持得非常的好，再来我们这边也有天然瓦斯，是一个非常棒的加分选项。目前为你们介绍的这边是我们的后阳台，使用的空间真的非常的漂亮，可以让你们充分的晒很多的衣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单纯，都是纯住宅，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我们周遭有许多知名的4大超商，也有许多传统美食店家，还有传统市场。离我们最近的和平市场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离我们最近的小学，也就是土城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50公尺，离我们最近的捷运站就是土城捷运站，走路的距离大约是750公尺。再来要先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这个物件是5尾巷，如果你们大家很在乎，建议你们大家就直接跳过。
每个地方都有无尾象，无尾象并不是缺点，无尾象也可以称上是优点。无尾象基本上不会有大车进出，也不会有太多的吵杂声，这一点是真的非常棒的选项。如果你们大家非常的在乎，建议你们大家就可以直接跳过，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物件，好的物件也有它的缺点，不好的物件也有它的优点存在。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实际的参观。目前为你们介绍的是我们的独立的厨房，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个物件是一手屋，屋主保持的非常的好，现场的屋况真的是没话讲，屋况非常的漂亮，格局也非常的棒。我们这个物件刚好在边间，上面采光，采光非常的漂亮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都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我们的卫浴也有对外窗，这一点算是我们非常棒的加分的选项。再来，我们这边也有天然瓦斯，所以你们大家真的一定要来现场参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这边是我们室内的格局，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目前屋主是把它规划成一个合适。早期家家户户装潢都会有一个合适，在这里应该你们大家都并不陌生。再来要先特别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一道墙，合适的墙是属于装饰品，打开以后没有任何东西，只有隔壁的墙，这个只要是装饰品，在这边要特别先跟你们报告一下。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漂亮，格局非常的方正，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合成胶，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水源街，屋龄有41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5楼，全幢将近有30平，目前报价是12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4万出头，总价真的非常的便宜。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1卫2个阳台，我们5楼的部分是3房2厅1卫2个阳台，6楼规划的部分是
两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我们六楼的部分是属于阿西正建，而且也是属于砖墙屋顶，并不是铁皮屋顶。在这边要先特别跟你们告知，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刚好是属于屋尾巷，如果你们本身并不在乎，如果你们本身也可以爬楼梯，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要动作快一点，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宁静，我们这边是属于纯住宅的社区，周边没有任何加工厂，都是纯住宅，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我们附近有传统市场，也就是和平市场，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附近离我们最近的小学就是土城国小，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50公尺。我们离我们最近的捷运站就是土城捷运站，走路的距离大约是750公尺。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周边有许多知名的四大超商，还有许多美食打卡店家，可以让你们充分的采买，充分的利用。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一手持有，屋主目前单纯的换屋，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一手持有，目前单纯的换屋，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而且也非常的便利，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
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目前为你们介绍，这边是我们的大客厅，这边是我们的餐厅摆放的位置，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约看。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为你们介绍的这边是我们的五楼，等一下我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使用空间。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使用空间。我们这个梯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都有请人家专门的来打扫，扫楼梯，还有洗水塔，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加分的选项。目前为你们介绍的是我们顶家的部分，先为你们介绍我们外面的使用空间。这边是我们隔壁的使用空间，先为你们介绍，我们是这个部分顶家全部都是 RC 真件，没有任何铁皮覆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的选项，在这边要先跟你们告知。我们这个物件是早期盖好盖满的物件，使用空间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顶家算是使用空间，并没有计算坪数，这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希望你们大家
不要错过，像这种物件真的非常的稀少。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部分，这边是我们顶家的使用空间，我们这边刚好是五尾巷，也就是最后一间。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报告，如果你们非常排斥五尾巷，建议你们大家这个物件就可以直接的跳过。目前为你们介绍的这边是我们顶家的前阳台，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格局也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再来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顶家是属于RC增建，也就是全部都是砖墙隔间还有砖墙屋顶。如果你们大家非常在意渗漏水的问题，建议你们大家事后可以再做一层铁皮的覆盖，如此一来我们顶的部分才不会有所谓的渗漏水的问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顶头没有铁皮屋顶，目前真的没有，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再做一层铁皮屋顶，这样一来室内才不会有渗漏水的问题，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空间，刚刚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由于我们顶楼是属于砖墙RC增建的，那目前确实是没有铁皮屋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建议你们大家再建一个铁皮屋顶，如此一来才不会有所谓的渗漏水的问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我们顶家的部分规划为两个房间一个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不管是你们要自住或者是要收租，这一点都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在这边还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由于我们顶家的部分是属于早期RC增建，目前虽然是夏天，但是完全不会有闷热的感觉，因为我们上面没有铁皮屋，所以不会有聚光聚热的现象，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建议你们大家再加装一个铁皮屋顶，才不会有所谓的渗漏水的问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由于我们顶家是属于使用空间，并没有计算在坪数里面，这边要特别再三告知，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有任何疑问，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
带看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顶家的使用空间，这一间是我们第二个房间，现场需要更新，在这边要再三为你们强调一下，建议你们大家做一个铁皮屋顶，才不会有这种渗漏水的问题。我们这个物件基本上很简单就可以做恢复，因为只要做一个铁皮屋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划算。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格局非常的方正，方方正正的，完全没有所谓的边边角角的问题，这点算是一个加分的选项。我们顶楼算是属于四面采光，三楼的部分是属于三面采光，一层自住一层收租，非常的划算。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顶家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上面没有做铁皮屋顶，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建议你们大家做一个铁皮屋顶，才不会有这种渗漏水的问题。室内的屋况确实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 RC 增建，室内完全不会有闷热的感觉，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再来，这边是我们的独立厨房，我们目前五楼有使用天然瓦斯，六楼的部分也就是顶加增建的部分使用的是瓦斯桶，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
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顶家的大客厅。这边是我们顶家的大客厅，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在这边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水源街，屋龄有41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5楼，全幢将近有30平，目前报价是12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4万出头，而且我们多了一层顶家的使用空间。目前规划为5楼为3房2厅1卫2个阳台，前阳台进出属于国泰格局，边间上面采光。顶楼的部分，也就是我们6楼顶家的部分，规划为2房2厅1卫1个阳台，四面采光，采光非常的漂亮，一层可以自住，一层可以收租。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我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谢谢你们大家。接下来带你们到楼下。我们这个梯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因为有专门的人在打扫，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建议你们大家手脚伸得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5+6。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水源街，屋龄有41年多，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5楼，全幢将近有30平，目前报价是12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4万出头。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1卫，2个阳台，前阳台进出属于国泰格局，目前多了一层顶加的使用空间。我们顶加的使用空间是不计算坪数的，在这边要再三的为你们强调。顶加的部分规划为2房2厅1卫，1个阳台，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5楼的部分是属于三面采光，6楼的部分也就是增建的部分是属于4面采光。我们顶加的部分是属于早期增建，早期增建的部分是属于砖墙增建，也就是连屋顶也是砖墙隔间的，这一点是一个非常棒的加分的选项。但由于我们这个屋龄有将近41年多，建议你们大家顶加的部分再多做一个铁皮屋顶，如此一来才不会有所谓的渗漏水的问题，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告知。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